四年，去年的烂人烂事老早在去年五月份已经全面的将巨额的高利贷的债款已经完全由直播间的神豪，甚至于台湾的北中南各土豪，他们帮我度过了这个难关。在2021年的2月22号小宁生日的这一天，我慎重地宣布我将脱离传统，但是我尊重传统，我要带你们修持新的修持理念。唐三藏可以到西方去取经，我们在红尘里面就可以修法，在我的法门里面人人都可以进到我的自在禅宗来修持。我所要修行的宗旨是万教为善，随缘自在。目前小尼的精舍在新店的山上非常小，也不过就30-40平，暂时也不宜公开。今年虽然是17岁的生日，但是我发愿，我将是未来在宗教界的一个仙人掌，我将要突破万难，誓死不弃，穷追不舍，不吃不喝，不眠不休。我一定要将我的自在禅宗的理念，我的药师佛自在的生活法里面介绍给全世界的人，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我的自在法门里面能够离苦得乐，共成佛道。 OK。